妈的，这跳了半个飞机的人吧？这跳了。叫高一小王子，小北。真的，这真的。什么叫高一小王子，家人们？那就该我出场了，先清高啊！不解释。哎，有人送上门来了。什么脑子啊！贴脸丢傻丢雷不找死，我刚不听到楼上有脚步，楼上有没有人，楼上有没有人，楼上有没有人，有人拿双狙去吧。但是我不屌你。四楼上有一个，相信你吗？怎么样的？也是真听的。什么叫十八岁？家人们，告诉我，啊！什么叫十八岁阿香啊？告诉我，骗枪就把你骗出来了。啊，那你就在中间呢，倒啊，哇他妈那这么大，有点复杂。不补了，自信。自信急先锋就是不补了，身法。这就叫。等你发。啊你捏什么东西呢？
还是18岁啊，别惹我。这双狙还活着呢，我的，我不杀你，你是觉得我好欺负还咋的？别以为你是双狙，我怕你啊！忍你很久了，小子，知不知道？我忍你很久了。帅是一辈子的事。发现目标 ，Let's go！ 摩托车乙人，教你们，教你们操。A18的追人，四个人，这队还以为我们是对的呢，我操！1-1吗？6个人，对了。我操！什么叫18岁，家人们？这叫18。上当了，但是我上不了房顶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我操，无敌，家人们，这叫头脑。